享受游戏，热爱生活，欢迎收看小苍英雄联盟数据大爆炸第十八期。本数据来自非常权威的英雄联盟官方助手，特别提示在官方助手里有国服自己的数据排行哦。英雄联盟官方助手装备推荐羊年大更新，每个英雄都有为你精心准备的多种路线出装分析，新版本更独家推出天赋符文预览功能，快人一步提前查看出门属性，队友再也不用怕我带错符文天赋了。联盟大数据，大家好，两周不见，国服英雄的常规胜率又有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先来看一看匹配胜率前十榜。各位小伙伴们还记得上一期节目中匹配榜上的新面孔凛冬之怒色装迷吗？在本期的匹配胜率榜单中，随着玩家们对新打野装备斑比的容渣理解更为清晰，大家都认识到了坦克型打野获得了极大的加强，使得猪妹色装迷继续大热，从上期第六位 54.66% 的胜率一路攀升到了 56.67% 的胜率，登顶榜首。而最新版本中线上能力刚刚遭到了削弱的亡灵战神塞恩，在本期榜单中的排名虽然由于猪妹的崛起低了一位，但本身的胜率不降反升，达到了 55.78%。 同样也是因为新版打野装备的流行，使得塞恩不再被限制在上单位置，只能做一个传送支援队友的老司机。打野塞恩的新打法也是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并且一个发育良好的打野塞恩在游戏中后期将成为一个有肉有控制有输出的真正战神。紧跟其后的胜率榜第四位，伤之木乃伊阿木木。作为一名英雄联盟世界里的老牌英雄，已经很久没有在胜率排行榜上露面了，而这一次凭借这次的坦克型打野崛起之风，阿木木以 55.16% 的排位胜率证明了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会哭着鼻子的吉祥物了。不过遗憾的是，阿木木的这一次上榜却把他的好朋友黑暗之女安妮挤出了胜率前十。在本期匹配胜率榜中，安妮以 53.75% 的胜率位列第十三位。再来看一下排位胜率榜的情况。近期的排位局中，亡灵战神塞恩的表现依旧强势，以 55.23% 的胜率位居胜率榜首。上单塞恩的出色线上能力与团战时的优秀支援、扛伤害、打控制的能力，使得无论是选到了塞恩上单还是塞恩打野队伍，就像吃到了定心丸，就是一个字，稳。刚在匹配榜上折桂的凛冬之怒色装迷也终于在排位胜率榜上一展身手，而且一上榜就是以 54.43% 的胜率位列第四。一个拥有着位移与控制技能并且能打出百分比输出的色装迷，在得到了新装备对清野速率和坦克冲肉属性的加强后，配合着正义荣耀等装备提供的续航保障，竹妹已经成为这个版本当之无愧的打野一姐，在职业比赛中也已经是非单必选的焦点英雄。而在游戏后期能依靠大招稳定开团的伤之木乃伊阿木木也紧跟竹妹脚步，以 53.19% 的胜率挤进排位胜率榜前十。在最近一期的神探仓实战秘籍中，我也会为大家介绍阿木木的最新玩法。受这股坦克打野之风影响，测试统领斯维因和蒸汽机器人布里茨出榜，非常遗憾的位列第十一和第十二位。坦克型打野称霸野区，还会有哪些打野英雄能脱颖而出？又该如何针对坦克型打野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小仓风向标。前不久，英雄联盟美服的测试服中更新了全新的熟练度系统。这个系统在你每次使用某个英雄后会相应的提升他们的熟练度，并且获取奖励。在每盘游戏后，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英雄熟练度的点数栏上，你将会看到这个系统给你的点数。这个点数将会根据你的整体表现、你所使用的角色以及位置，还有在哪里使用它们进行评判。而在国服，我们的官方助手在这个赛季也已经推出了英雄熟练度系统，让我们通过数据来看一下国服英雄熟练度系统中英雄使用次数超过100场、胜率最高的即为熟练度第一的玩家玩得怎么样吧。排在第一位的是暗夜猎手维恩。作为一个操作要求较高的短手 ADC， 平均胜率不是很高，只有 49.41%。 但是如果能熟练的使用它，维恩还是一名能够秀起来带节奏的英雄。在熟练度最高的玩家的战绩中，维恩出场127次，胜率高达 90.79%，
远远高于平均数。排在第二位的德玛西亚皇子加文四世，虽然近期遭到了削弱，平均胜率只有 50.87%， 但之前一段时间的皇子是十分的强势。在熟练度最高的玩家的战绩中，皇子出场了531次，胜率高达 90.02%， 果然是看我神威无坚不摧啊。值得注意的是，排在第四位的情色仙女索娜，使用次数达到了惊人的1214场，胜率依然达到了 88.3%， 实在是要膜拜一下这位千场情侣大神，这是对情侣这名英雄有多深的理解才能达到这样的战绩。相对来说，简单一玩但对战中又很实用的情侣平均胜率还是不错的，有 53.28%。 此外，在这份英雄熟练度最高玩家胜率榜上，平均胜率低于 50% 的还有暗影之拳阿卡丽、锁魂典狱长锤石、寡妇制造者伊芙琳这几位英雄。这些对特定英雄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玩家，以令人骄傲的战绩向大家证明了什么叫做熟能生巧、登峰造极。在今年的4月1日愚人节，万众期待的无限火力模式终于再次开放了。爽快的无限火力娱乐模式让众位玩家在平时相对紧张的对战之余有了放松的机会。而我在上一期的视频留言中看到有玩家提问道，英雄联盟至今共开放了多少个限时娱乐模式呢？神探仓经过调查发现，英雄联盟国服开服至今一共有9个，详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第一，两边各选5个相同英雄对战的克隆大作战模式。第二，让玩家体验皇城 PK 一般的单挑乐趣的大对决模式。第三，双方各有6人，一共12人参与混战的6杀争夺战模式。第一次开放时的地图呢是召唤师峡谷。第四，克隆大作战的升级版克隆大作战镜像模式，时隔相同英雄大乱斗的场面让人记忆深刻。第五，直到今天玩家们仍未忘记末日人机模式下被电脑们支配的恐怖。第六，在水晶之痕地图中十分考验玩家间配合以及策略布局的飞升争夺战模式。第七，6杀争夺战的扭曲丛林地图模式。第八，最近刚结束的破罗大乱斗模式，萌萌的破罗在极地大乱斗的地图上飞来飞去，想必应该是妹子们最喜欢的模式了吧。第九，是为对手指定对战阵容的互选征召模式，1000座冷板凳的英雄在互选模式开放的日子里成为了抢手的大热门，是不是十分有趣？最后是人气最高开放次数也最多的无限火力模式。感谢英雄联盟官方助手提供的数据支持，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比较关心的话题，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也会去帮你查询具体数据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男鞋店的全场买鞋就抽奖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推荐2款鞋子给大家。第一款呢是这个透气的运动网鞋，透气舒适，非常适合现在穿。鞋子呢采用了高品质的 PU 制作，耐磨护脚，而且也有很多的颜色，天蓝色、浅灰色、黑色，喜欢哪个颜色就直接来鞋小仓点淘宝点 com 拍下吧，而且还可以参与抽奖。另外一款呢是商务的软底男鞋，这款鞋子采用的是经典的低帮设计，穿起来呢比较的宽松舒适，休闲商务都是 OK。 鞋口呢还增加了一些小小的元素印花，非常的时尚，颜色呢也是有很多种，敬请选择吧。现在很多新品陆续上架，欢迎大家来鞋小仓点淘宝点看我们看看。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带来有关眼镜的好消息，游戏迷们可要认真听哦。有小伙伴留言说我的眼镜店那一款8100有点贵了，学生零花钱少，问我能不能介绍一款既耐用价格又不高的眼镜。于是啊，在和供货商协商之后，我们推出了这款经典炫酷的8012，依旧采用的是进口树脂镜片制作而成，鼻托和镜架自成一体，而且还很轻质。当然它的特色之处在于镂空花纹的镜架，看起来晶莹剔透又不会让人觉得复杂繁琐，同时它的防辐射和防蓝光的功能也是经过我们世代肯定的，它也同样能够帮助小伙伴有效地缓解在玩游戏中出现的眼干眼涩眼疲劳的情况。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眼镜呢现在只要148元，是不是感觉各种超值呢？那就行动吧，带小仓点淘宝点 com 期待大家的光临。
享受游戏，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小仓。神探仓团队发布招聘信息两周以来，收到了众多玩家的应聘简历。发布当日就有3000多个小伙伴发来了应聘邮件。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小仓一如既往的支持，由于应聘邮件众多，小仓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如果小伙伴们在两周内没有收到相关面试通知，可以视为此次简历初选没有通过，请大家谅解。其次，我们已经招聘到了一些优秀的小伙伴，还没有投递简历的大家不要灰心，目前招聘名额还是有的。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团队的工作地点在深圳，考虑到深圳全职工作的小伙伴不妨投出你的简历。我们欢迎以下人才加入团队：第一，非常熟悉英雄联盟游戏机制、游戏背景知识以及游戏技巧的编导君；第二，做过推广海报、推广等经验丰富的美术君；三，会各类音频制作、音效合成的音乐君。我们的招聘邮箱是这个啦，公司五险一金待遇从优，我们非常非常期待你们的加入。